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柳岩。我觉得太刺激了，然后迫不及待想要加入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是那个猪队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几倍镜吗？没有用。哎，哪边是正面啊？这边。我想推荐大鹏，因为他胆子太小了，我觉得需要锻炼一下。就是我玩手机，我觉得手机现在可以操作一切。对，看剧也好啊，然后看短视频啊、自媒体啊、新闻啊，什么都可以在手机操作手机。本来那一个星期的假期是可以连着考的，但是教练劝我别再拼了，他说你好歹是来度假的，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你的第一项任务。我也很意外，就是为什么我在微博里发出我去考潜水员证就有那么多点赞，可能是大家总觉得艺人很忙碌，只会工作然后家里两点一线这种操作模式。其实30多岁再去进行一些户外运动，我觉得为时不晚，感觉本来应该在20岁就开始做的事情有点晚。我不是真的球迷，所以我谈不上就是是哪位球星的铁杆粉丝，只是就是热烈的参与了一下，也不知道为啥，我就觉得我每一场预测还挺准的，这应该去直播。我自己呢参演的电影《末日危机冒险》呢正在上映当中，它是改编自畅销书籍热门 IP 查理九世的一部电影，我觉得非常适合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来看。勇敢的世界，勇敢的心，一起来挑战吧。